非常大。但大王走了之后，张永鹏也是有中距离跳投能力的球员，所以说能够给自己的队友去拉开内线的，就刘真是，这都是熟人，都是自己带过的球员。李天荣再救回来这个球，呼，给到了郭浩文一个助攻，这种高炮台，对，完成再给过来，天荣。你看他整体的一个制空占据一个绝对的高度优势。天荣这个球非常的舒展，嚯，还好啊，也就是今天福建队真的投不进，三分线外投篮感觉比较的差。可篮底下漂亮，非常喜欢去冲篮板。对，哎，这有表演机会了，郭浩文扣一个单手的滑翔扣篮，好球啊！喂，这个球精彩，李天荣。对，因为你到了，这个、球真漂亮。你可能在 CBA 或者不让接，哎，袁涛文漂亮，给球了，李天荣有机会。李天荣现在有点收着打呀，可兰不着急投啊，这边再过渡一下球，拍交给李天荣，拉回来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球打得很聪明啊，二加一。不算啊，天荣，先底线突进来，再往上线给袁涛文，不着急，这是个机会，底角大空当三分，可兰的三分球，年轻球员、啊，这个也是可能上海队看中他的一个原因之一啊，就是他能在让球队有成绩的同时，能够不一定能够打成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刚刚这个球袁涛文上的也非常好啊，李天荣能够很好的调整步点，直接起来扣篮了。自己小抛射了球，哎呦，反而简单的上篮没有能够上中。是李天荣这个球再给到鞠明星，哎，就打个二加一。李天荣这个球其实自己都能上了啊。就打到目前，你慢慢的就会看出双加是对于福建队的一个影响非常大啊。劲儿在上一场都用完了。今天给到的上海队的关键球员啊，给到了李天荣。李天荣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呢，10分4篮板7助攻。今天7次助攻，我觉得其实还挺有亮点的。对。还是交给鞠明星。第一位李天荣再给进来，漂亮！哎呦，今天李天荣这么打。冲进来，自己两分再放进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刚刚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啊。鞠明星的 giving go 进来之后呢，接到李天荣的助攻。李天荣这个球也是回来，这个球的确队友。今天给到他的压力真的是比较大，而且上一场比赛他打了非常长的时间。球李天荣这边大空当三分球也投中。天荣再给回来，哎呦，李天荣今天助攻上双了吧。